蔡淑臻因演出吸引人气，人气翻涨，时常在社群上和大家分享生活日常的她，其实近几年来因受肌筋膜疼痛症候群所苦，长时间无法维持同个姿势。而近日出席活动时也谈到目前状况，她说到有信息开拍，身体状况改善蛮多，但最难适应的是饮食的部分，透露目前一天两餐少油少盐来维持体态。原来大家最关注女神的恋情，她还说到自己目前享受单身，并直说因为真的要很喜欢一个人才能牺牲自己去包容他。小时候还在寻找对象，我还会有包容心，但是我现在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似乎表示一切要顺其自然呢。Thank you.